站时尚广场，我们这个一楼到六楼，那我们有296个未来的停车格，另外还有260个的机车格，那整个建置完成之后，我们把整个所有的公车路线跟所有的国道客运、公车客运跟我们市区客运全部都集中在我们这个转运站，这样有效的疏解我们市区的一些交通。那张县长先管定啦，啊，嘉陵街。哦，我相信哦，只要咱规划起来吼，未来连接到咱的水啦、口湖，哦，甚至到甲运边啊嘉义去，哦，甲咱规个大分林地区吼，应该拢会大大的进步。不仅把北港水林口大门打开了吼，接下来转运站呢，可以吼让整个交通吼会更完备，而且吼又可以带动商机吼。过来就是对面吼，锦里花亭对面。哦，遐就是大北港科技产业园区啦，哈啊，好，未来会带动我们北港地区哈啊在地子弟哈的就业机会，哦，让我们的啊人口能够回流哈。一百零八年的时阵哈，咱国有财产署哈来给咱的花莲县政府拜托哈，啊，希望会当共同合作哈，来活化这台企的。客运哈，旧的台企客运啦哈，啊，我嘛历经啊三年哈，而且努力个拍拼，啊，不只是规划啦哈，啊，甚至呢，啊，开公听会啦，甚至到台中高雄哈，啊，去招商引资啦哈，但是历经三年哈，啊，做做哈，啊，结果啊哈，伫个111年哈五月份啊，哎，这个国有财产上哈，啊，因为种种的因素哈，啊，片面哈，讲解约啦哈，啊，我感谢妈祖保护我灵感啦哈。让我想到讲啊，我吼，分林县政府甲咱台糖吼有一个都市计划，啊，这当中呢吼，分林县政府有咱所属的这个土地啦吼，所以我就将这个吼啊云溪金站吼，这个时尚广场吼，整个的规划案吼，啊，来到咱吼目前咧啊执行当中的吼，我们的这个啊整个从都市计划的这个土地上面吼，我们希望在明年能够顺利的招商引资，顺利的来动工了吼。